问题不大。峡谷新校，那你就挨打吧。你觉得我打得过他吗？我打他有点小吃亏。两个人小心一点，往这边看，打马可。小白龙，你躲在战争迷雾里玩捉迷藏啊，还作茧自缚吧。闪现二技能一技能，快速打沉默反杀他问题不大。你这一波一定是先闪现给一技能，再给二技能，这样速度比较快。极限输出一二一，可以，要不要？再往上路的，很强，他拿了几个助攻，双助攻问题不大。现在就继续上路打，我有双 buff， 他们马可波罗很吃亏。我跟这个项羽好不好打？我跟项羽不是特别好打，因为他那个减伤比较凶。这里怎么办？买起我的护甲鞋，看这边他在这刷这个野，还刷，打一套沉默，点这个兵，不慌，马上四级，二技能推。这是个鬼哟，真的是烦，肉的飞起，这个人大佬求个蓝吗？嘿嘿，蓝。哎，这边打起来了。呀呵，又把蓝给拿了。这一波没闪呢，他有大招，这边也有大，这边没大，给了个大拉走位。讲道理，快速沉默给一个重剑二技能推，反手过去一技能给一刀 A 一下，一技能再蓄力，我再给一刀轻剑一二一，沉默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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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哪，不急，我的老哥，哇，炸裂手术，问题不大，一闪重剑双切，二技能实力一刀啪击全部死，有办法吗？没有办法的。屌，买装备，女子一战继续。什么？你不信是男的？哎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！难道你们不知道我这个如果跟女生玩的话，我战斗力会变弱吗？你们这都不知道的吗？买装备，再往这边走。蹲草里，看马可波罗出不出来。一刀蓄力，一刀轻剑拉走位，二技能吃口药，看这个马可波罗还是没有动，不急，我们再去吃口药。往这边看，我没有双 buff， 张飞想骚扰我，我不慌，想一下，来请求集合，他有大招，好吧，他这边踩起来，沉默，重剑推，蓄力，一刀，再一刀，轻剑，下路支援，往这边走，他们都要死，点了个大招，含住这个张飞，看一下这个人肯定死了，再见，再往这边拉，一手二技能 ，A 技能，一技能沉默 ，A 一下二技能推，蓄力，啪击一刀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朋友，难受不？重剑双斩，蛇形推，轻剑一二一，二技能消耗吃口药买装备，
好吧，重剑一技能实力砍兵马起呀、哎、没打到不行，轻剑一二一，沉默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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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打难受、嗯、吃口药继续，轻剑蓄力，重剑再蓄力，你过来一二一，沉默再见，跳我脸上开玩笑，不死了吗？有办法吗？买装备，再往这边蹲，这里有个红，你别看我血很少，这个马可波罗一过来就死了，注意看，他没有过来。意识特别好，他在拿红，我们不着急。什么梁玉环这么皮，不相信是男的，我好烦呐、啊！你们怎么那么怪呀、啊？马可有被动，是的。哎，我都不知道我到底，哇，是。说了很烦、嗯、难受、买装备，轻剑往这边走，讲道理走过去、上路打不起来，都在这边包，不着急，想一下还能打吗？都残了还能打吗？都残了不能打了，我们这个草里面蹲一下吧，看一下买装备，这个人，哎呦，真的是痛！别顶我了！很烦。可以，谢谢安静的你，谢谢你的飞机。什么？哎，你不信听声音吗？好烦。你听见声音了？真的是男的，对吧？你们听见了吧？感谢半卡的朋友。哎，怎么开了这个音量键，这个声音就这么小了？我要认真了啊！可以。好，他这个人应该死了，眩晕，轻剑一二一，再见，吃口药，不急，往这边走。讲道理，他们那边肉真的是多，这几个肉打得很烦。这个项羽是真的肉，这个版本，我们把魔抗做出来，不着急，想一下这边。蹲一手，好，不慌，咬住他，咬不咬得住？咬不住，也不急。上路带马可波罗在，一手二技能重剑，把兵线先清了再说。清完兵线再看，这个项羽落单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这不是哎？我很烦，这个项羽不好杀、啊。我们这个阵容难道最后会输？好屌，虽然我没看清楚他是怎么把别人杀掉的。好，这边含住了，漂亮，完美，死了要紧吗？有点要紧，哎呦，真的是头疼。马可波罗反应挺快的呀，我这个打这些肉真的是打不动。这真的是能跑，
早起。我们这打到后期会不会打不过别人？怎么感觉已经有种要逆风翻盘的趋势了？是我的错觉吗？哇，这些人是真的肉咯。好，注意沉默，他中箭一刀，买装备，请求集合。来，我的朋友，讲道理，他有没大？他有大，他闪现上去喊住他，喊呐，喊呀，喊他呀，呀你喊那个肉啊，我的朋友。行的，来上。别人有大了，这往后面拖，这几个肉真的会把我们冲崩了呀。绕啊，我真的是要交闪现把他这个人都切死。二技能，一技能，一技能中箭，二技能都切死。哇，终于是找到这两个脆皮的位置了。好，这边再包一下，问题不大。往这边给个二技能，一技能，一技能，沉默，中箭，一波了吧？讲道理，这不是很关键吗？一技能他接过去闪，打一套再接，对不对？荒蛮切脆皮，切了就有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好，现在让他一个人推吧。再往这边走，不急。一刀一刀，往上单，问题不大。等复活甲吧。马可在吗？又想打我？再打我试试看。蓄力，一刀 A 一下，再蓄力啊！思考一下，死一个不急，别死。哎，你这不合适吧？蓄力，中箭，拉走位，反手过去蓄力，完起 A 轻箭，一二一走，又痛啊！哇，可以，这波被弹了，弹来弹去，很关键。漂亮，奶了一口，把奶回来了，纯输出杨玉环，加上双剑合璧，屌。有办法吗？这边来个复活甲不就赢了吗？你懂我意思吧？再搞个名刀，游戏结束。喊住他，你这个随便喊了，你管他是不是个肉，喊呢？你这个我他你看这个龙王就不聪明啊，喊住啊，随便喊呢，要啊，忍得很好，闪现过去眩晕，不着急，程咬金要进来了，咬不咬？给了口奶，那边不吃这口奶，给了个大扫他。好，这个咬永远不咬，是不是？我没大招，大招一抠，好，终于咬出来了，问题不大。我的朋友很关键，我这一波有闪现，有闪现会打成怎样的局面呢？我们只要二技能啊，命中了这个。好，他踩开了，不急。好，这边扫基地闪现，
他击他击，再见，中箭，拉手位，蓄力，一刀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不！可以。嗯。赢了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不双排很简单吗？嗯。